田香老师，台股已经震两天了，但是你的股票连二拉二还涨停板呢，大家想了解吗？当然咯，看节目咯。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文熙刘副总刘老师。田香老师好，平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11月23号星期四了，本周又是开心赚，这个让您六日可以开心花用力花。还记得，我记得三朵花早早在上半周就已经送给大家了，对不 对, 对，所以亲老朋友，股市在走甜心一定要有哦。我们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来，近期的原相安国励志股价再创新高，那么安国则是连二拉二，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标股一档这一档赚翻天了，安国好强啊，强到没有朋友哎、欸哦、老师我突然的翻着翻着想着想着，老师你的羚羊创新，对啊，准长辈股了耶已经九十个百分点了耶，哇，开心花用力花尽量花，继续给大家三朵花，哇，昨天后安国是亮灯嘛，亮灯、啊、对不对、嗯、羚羊创新昨天也是亮灯，亮灯涨停板，好啊，昨天的原相差一点，差一点亮灯，那今天呢后安国继续亮灯涨停板，哇，除了安国以外呢、嗯、有没有看到那个原钢原子金刚的小钢，哎呦，也亮灯涨停板给大家了，舒服啊，开心的啦，赚钱的啦所以叫开心花用力花尽量花啦，哇，来通通把那个产业先修给它拿出来，浴火凤凰推出来、我今天吼我跟你讲全部拿出来哦，我今天吼、来浴火凤凰拿出来，我今天怎么看吼都觉得我这个浴火凤凰的名字取得太好了，怎么说，浴火凤凰你一定也没看过、没有人看过吗？没有 对不对、那浴火凤凰传说中凤凰是会涅槃重生的、什么叫涅槃重生、它会自焚、凤凰会自焚，是，然后呢涅槃重生、那各位你来后十月你要比照大盘哦，来十、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叫你赶快边学边赚来产业先修班先上课，当然对不对，边赚边学边学边赚、哇，边赚边学，老师你就给我立台，立台后那个一波冲出去两波超过60个百分点，哇，一些文大强我也给你，有哦，新日新那个轴承、我也给你啊，你不小心没买到照例我给你新日新、有没有很好，有，好，那你再看大盘，嗯，那时候我一直帮你上产业的课花了很多的时间、我还说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费用的课程、真的是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平易近人的费用靠近我一些，当然我希望你看懂是我的深度，不是我股票涨个160个百分点、50个百分点，不是不是，我要你看懂我对产业的了解度，用心，对、好，结果后来大盘是不是十月、对啊，立台边学边赚啊，照例也赚，新日新也赚，当然哇，赚了以后还不够，而且盘一直下去，妍希老师怎么办，赶快来拿浴火凤凰，是的，来哦，你把浴火凤凰的日期哦看清楚喽，十一月三号，有的 K 线给我对上去。好，妍希老师，你这个浴火凤凰吼，你就已经在预告吼，凤凰不死，台股不死，涅槃重生，是浴火重生，有的。记不记得凤凰最厉害就是涅槃重生、可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生那两个字，重生这两个字不会死。对，那是不是换句话说你？来拿浴火凤凰、我就已经预告台股要重生乌啦，再看到大盘，妍希老师你这样整波1466点，将近1500点，将近1500点，你整个事先预告，对，完全的预告，完全的命中咯，天哪，老师这就是看盘的功力，你太大心了，你就是要有很基本的这个看盘功力，你才可以带领全国会员赢在起跑点嘛，当然对不对，我认为这合理啊、而且我完全不收费，真的直接给，对不对，直接送给你，有的对不对，你要拿几张就给你几张啦，亲朋好友要都可以啊，为什么，因为现在可以公仔公妈天啊，五告花戏耶，为什么，原钢来，威钢赚不够，原钢赚来斗，赚来斗，安国赚不够，乌啦，爱普赚来斗，乌啦，啊，兆力赚不够，啊，新日新赚来斗，股票都在里面哦，对啊，老师讲来讲去都在里面哦，完全没有脱稿演出哦，所以有没有看到我已经预告重生，有的，我真的觉得哦，
大家要看到我的用心，是这个重生真的是不得了了，台股直接喷到快1500了，没错，有没有？有，好啊，来哦，你看哦，台股这一波喷1500，我完全预告，完全的命中啦，元刚来。嗯，2417是不是喷出去？不啦，老师你也是元刚滴滴的告诉我，哎、欸，的确是。我先提醒大家，元刚是我的好、哦、老朋友，是老朋友。你看清楚哦，这是2020年、哦、三年前，我元刚一波是做6倍哦，6倍的刚，哎、欸，哇哦！我告诉你，他是直播界的天王啦，是直播界的天王，都需要他哦。他们两兄弟哈、欸，其实真的很多故事可以讲，我只能说哦，这两兄弟企业家是非常的，就是回馈。社会，嗯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就像我说那个电竞的亚运选手元刚是一直栽培哦，是啊。可是除了这个电竞亚运选手，嗯、我们跆拳国手的姚兰元刚也是一直在栽培啊。哇，哎、欸，都是幕后的推手，对，他是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他不是以主要业绩为主，好、嗯哦，行销也是为辅，他最重要是他取之社会，他会愿意回馈社会。所以我说台湾很多企业家非常做非常多事，大家都要看得到，一定要。我认为是这样，就像我愿意在你最害怕的时候，嗯、我给你是。浴火重生，你也要看得到我的用心。现在哇，除了来哦，你看到元刚今天亮灯，大盘今天是不是跌？是跌、啊，还有昨天也是跌啊。嗯，那安国怎么会连二拉二嘞？是呐，老师，哇，你在大盘破底的时候，你就给我安国哎、欸。嗯，来看清楚，好，台股破底是台股破底，我叫你赶快浴火重生。乌啦，8054 take to key， 嘿，有没有冲一波？有的。各位，这样的老师，我希望你是真的认真看在眼里，你用心感受得到。我常说，你今天选择一个老师，眼睛要雪亮，不是只有一档股票冲出去，两档股票冲出去。验证一个老师没有那么浅啦，你要一个大波段的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认为真的是要波段，要波段呢、欸，就是波段的操作来。波段操作把照例提出来，照例金价是碎碎高一大几，有什么样在讲呢？叶希老师，你那照例吼来，照个杯呢？你那时候八字头给我，我就快笑你、嗯、笑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大盘那时候在10月啊8月这个时候很混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对，有。我叫你刚赶快来，对，赶快来。为什么轴承？这叫什么废包经济 学？整个9月我在跟你讲去逛街，你给我去逛街、啊。老师，你就一直叫我去逛街、欸，对啊，然后叫我去买包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老婆买包那不叫买包，那叫买快乐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快乐买回来是会增值的。我不要我供在那边，我10年拿出来卖是会升值的。哎、欸，真的耶。所以，亲爱的吼，好朋友们，老婆去买包那叫买快乐。哎、欸，对。老婆快乐，你只是把你的钱变成他会快乐的样子，喜欢的样子，他快乐你就快乐。哎、欸，也对呢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安泰是安太岁安的好，日子才会过得好，才会让你没烦恼。好啊，来啊！所以你看到照例对不对？是有来照例是不是从85直接冲出去？冲出去以后，我在节目上我说。照例哦，哎、欸，多头架构有改变吗？没有哦，它是不是都在均线上下漂移？是的。什么叫漂移？嗯，过弯那个水沟盖，秋名山车神过弯水沟盖，它是压水沟盖过去的，呵呵，那叫漂移。嗯，离主干道，嗯，旁边一点点就过去了。是，这个我都有教了，我很喜欢听漂移这两个字，欸、需要技术的耶。对，它都在漂移啊。好啦，它完全没有脱离。那个多头架构、嗯、啊，我是不是说好啦？不然照例你没买到便宜的，你来买3376新日新好不好？可以啊！天哪、啊，妍希老师，新日新一波出去又快50个百分点啦，也是轴承概念的股票。哎、欸，同样是轴承呢，也是轴承。我还给你富士达嘛，有富士达之前还创高嘛，刚挂牌的嘛，对呀、啊，冲到400多块，你是不是哦？直接验证了，直接转正了这三档，有的，通通都在。来，老师的掌握之中，凤凰重生的时候拿的，有没有？在里面、哦、涅槃重生，哎、欸，这个电动玩具里面凤凰是不死鸟、欸，哎，对，而且我要讲一个重点哈，谁、哦、可以在你很害怕、很恐慌、嗯、还不知道要留不该留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，嗯、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今天真的要讲一下哈、嗯，最近哈很多。很多的好朋友，对，来，因为你拿到浴火凤凰，是啊，拿到产业先修，没错，完全都知道妍希的用心，嗯哼，完全
命中，对，完全命中，1500点来，元宵是不是也是飙？有啊，励志是不是也是飙？哇，励志做大事，老师你也很熟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也是老朋友了。我们就光从台股这一波1500点，嗯哼，2465立台赚不够，是的，你赚不够啊，不够不够不够，8054我让你赚来豆，有没有？继续赚来豆，3548赚不够、不够不够，照例3376我来给你赚来豆，喝啦喝啦。乌啦，对啊，那剩下羚羊创新随便赚，原相励志、欸、安泰税都可以随便赚，当然啦，轻松赚。最近我在跟一个新进会员，资金比较大的，他说演习，我后光看你这次的产业先修，跟浴火凤 凰，我已经赚正你不止一档股票。哇，他真的老实这样跟我讲，因为你的产业先修里面立台就两波了，是啊，文大强也有，没错，哎、欸，你都完全不盖牌，而且你节目后怎么讲，你就实在做实在讲、我说对啊，因为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赚长久的，当然。我不是说只要今天哦，你三十看到三十个百分点就来找我，后、看到今天这只安国又涨停就来找我，不是，我要你看到我整个阶段照顾你，然后把产业看透的那个用心，是没错。对，我希望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因为在你最害怕盘面破底的时候，只有我愿意站出来告诉你要浴火重生。没错，我告诉你台股要重生，是的，台股不会死，只有我告诉你。我要你看懂的是这个，没错。那我问大家，好，你今天连哇台股都破底了，这个老师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台股要重生。哎呦，很明白啊！是的，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很明白？告诉你要重生，明明白白。但是反过头来哦，老师，如果说这一波你的老师哦，投资朋友，你的老师如果连盘都看不准，那更何况操作的部分？对，对不对？老师说看盘是基本功、啊，大资金的人都是看你这个老师的格局，欸、真的格局在哪里。我说你不是要看我安国两天涨停就来找我，这样我也没有很开心。他说不是，我看你很久了，老师的用心不只是一两档而已耶，因为我知道有赚有赔，对不 对？但是你以后哇，那个小赔动作很快，那、你赚你会给他赚大的，哎、大的赚大的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当然啦，我们在股市里面小赚小赔可以，可是一咬到机会，我是不是要翻倍再翻倍？这才要翻身，我又不是要小打小闹的，没有再给你小打小闹。然后他讲了一个重点哦，他说我后从以前看人的眼光光就还蛮准的，是他自己说了，然后我说哎呦，为什么会这样讲嘞？不会是看面相吧？对，他说你这个面相哦，这个放大放大再放大，哇，他都把我的个性讲得准呢、欸，不止旺夫运啦，然后操作又很精准。他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一直要介绍就是富二代、有钱的给你？我说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看真的哎、欸，他说你的个性是很难的啦。我说对啊，我那时候我朋友一直要跟我介绍富二代嘛，好，然后我就说吼。他只要介绍我去嫁豪门，我就说我自己就是豪门了，真的不缺那一些。因为我从小长大的父母给我的观念就是什么都要靠自己，所以我认为即便是要赚钱，我也是要靠自己的能力赚钱，是的，是别人拿不走的。没错，我喜欢这样子，我喜欢掌控权在我身上，所以我做这个行业很适合我的个性啊。股票我喜欢掌控在我的那个手上啊，我要有控制权。为什么我要买要卖？我要有控制权。是的。我赚多赚少由我决定，当然啦，这种感觉才是舒服，舒服啊！所以我觉得哈，这个这客户真的是把我看到骨子里面了耶，真的看透透了，不要。重点是在操作的部分，真的让人会觉得老师你真的很大心呢。我认为他真的是眼睛是雪亮，我就是看中你这一点，主控权要在自己手上。我不管赚赔，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样。对，没错。再次恭喜大家啦，撸探撸贼啦！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来第一波你都看到喽。我们的照例已经160个百分点了，安国也60个百分点，立台也60个百分点，新日新也快要50个百分点，而且近期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。励志安国原相来，我听说田心老师这些的这些刚提到咯，已经长辈股还长不停的照例，这些都还只是小菜前菜而已。我不是跟你强调台股有三波吗？对，前三波这都小菜，所以我今天直接写侧标好了，满汉全席预备，对呀、啊，预备备喽！天哪，这还只是小菜而已，前期的操作都是事先给大家的哈。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听节目看节目，尤其是订阅 YT 的好朋友们，
老师很多东西都不藏私，直接秀给大家看，明眼人都非常的清楚。来，刚提到这些股票，兆利、安国、立台、新日新、哦，即便是新日新也快要50个百分点，直接送给大家赚，这都还只是小菜，大菜主菜才刚要开始，到底接下来甜心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呢？来，想知道妍希老师 打来问好了，直接电话拿起来，你看就这么大心，直接电话拨通打来问咯。广告时间就留给大家咯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赶紧电话来做拨通。刚刚提到这些标股，包括了我们的兆利、兆嘎波、费包经济学，让你边买边赚，边赚边买，都一波160个百分点，股价还继续的狂奔狂飙的同时，这都还只是小菜一碟碟而已哦。满汉全席，大菜主菜才都开戏。我昨天跟这个会员聊天，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很认真的听你节目，你说我三波，我第一波都看到了啊！哎呦，我第一波，对，我第一波从你的电影投控开始看，是对不对？八月台股回落1200点，我叫你 CP 那个 PCB 激起低点的，你就看电影投控啦。然后九月呢，去逛街买包，是费包经济学。然后十月呢，我跟你说吼，小而美、小而巧那个立台 AI 伺服器，对呀，小礼物先拿到手。对，那十月呢，看到你后快要被盘吓到后，头很昏了，赶快来上课，一定要来啦！除了给你立台第二波以外。”哦，文大强也给你，也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阿兆利还沿路分享，有的沿路追踪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哇，前顶 CPO 也是赚哦。我跟你说，里面的股票我都会背了，因为都是我后呕心沥血挑灯夜战找出来的，精选再精选，浓缩再浓缩的股票。还有台股破底了，对呀，台股要死了吗？台股会不会一蹶不振呢？浴火凤凰，我告诉你。完全预告台股要浴火重生，连标题都直接预告给大家了。那你现在1500点冲上去了，有没有看到真金白银？有，钱都用倒的进来了，都让你老师，那这些的标股赚到了。那今年的过年，好嗨哦，嗨啦！现在直接拿这个，我是不是一直跟你强调台股有三波行情？有三波，第一波叫强者恒强，有对不对？那强者恒强，你现在看到立台了，是看到兆利了，兆利了，好，又看到安国这些了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第二波？我说过，股价最终反映企业的获利，有一些公司它的营收很好，对，它华丽变身，没错，它又在做质变的动作，对对。这些你有没有锁定？这些老师都有说，我都锁定好了，有的帮你承贺啊。所以我要不要一波赚完？再一波，当然要啊！恭喜大家，撸探撸贼，继续赢在起跑点喽。甜心之所以大心的地方，就是呢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你一把，拉你一把还不打紧，股票直接。赤裸裸的直接让你带回去，标股真的是一档一档不藏私，直接给这么大型老师，这么佛性老师哪里找？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现在第一阶段大家都赚到了，对不对？第一阶段还没有发生之前，老师股票就先给你了。第二阶段才都开戏而已哦，正要迈入第二阶段，想越赚越多，想继续赚到发疯，赶快跟上脚步。那么另外，刚提到了新日新、兆利、励志这些股票都是小菜，这都是小菜，你没有听错，嘴巴收起来哈，这是小菜而已。接下来主菜大菜才正要开始，想知道接下来甜心有什么样子的动作，妍希老师又相中了哪些的股票，直接电话拨通打来问咯。这真的是史上无敌破天荒，自己电话拨通打来问，光时间留给大家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咯。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